我把我的衣服拿来，把袋子拿去。我娃他们家也喊了一句难忘，我把我的衣服挂在老大拆开以后，那里里面还有没有进来呢？这个，进来，那当里面的米呢？这个门还给落好了，落喊了就把那衣服卡进来，起来说，我们喊了干的，来，二老的嘛可以。 那也拿白了，到俺们他妈妈那拍的去了。没。我这个的，这个还是给人。不要的。我这个一个男孩子，给人他妈那一个，那还蛮那一个。那一百个男的，一个夸了。到底可能那百块我给老二那里给了，我还是没把我那里别家给啊，我还记得那个，一百个男的帮忙啊。给了你听呢。 我来，你听我的。来给我，来给我。我他妈的，快点来。我他妈的，滴滴滴滴滴滴了。滴滴滴嘞，可是那大桥那个滴桥。 Peace out.